时间的关系哈，附近的住户哦，所以在这边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，我们舞台上面的演出呢，预计是在10点的部分会做一个结束。等一下还会再邀请，就是喜欢看这个舞蹈的好朋友哦，这个热舞的好朋友，我们等一下在 ending 的时候会再一次的邀请这个我们的 dancer 老师。再次来到台上跟大家哦，来这个用舞蹈分享。那么在这边也再次跟我们逛夜市的现场的所有好朋友，跟你是来自云林或者是其他县市的好朋友，云林斗六的好朋友哦。这个我们的云科观光夜市在我们的12月30已经正式109年的12月30已经正式的开幕。那在这边每个星期三的晚上会跟大家见面，不管你今天是来逛夜市、来采街，或者是来觅食，甚至是有意愿。想要来跟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共创这个非常棒的经济的好朋友，我们在这边都非常非常的欢迎。那么也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下一个星期三一样哦，这个还有定点的演出、变脸秀以及气球达人，差点讲成气球达人秀，来跟大家一起共享盛举。那我们今天的演出是由我们的云音乐团来，再带来两首歌的时间，来送给我们现场好朋友哦。